战斗，战斗。拜请啦，拜请东海岸、西海岸，大家斗哦，好势无山路，因可都出土团。钱没有要求，钱收就可以了。500英尺，战斗，战斗。拜请拜请啦，拜请东海岸、西海岸，大家斗哦，好势无山路，因可都出土炭啦，草山直直出温泉。做几号？你可以做小三。哎，不错。哇哦，伟宁，小心小心哦。哎呦，徐伟宁啊！凯蒂，你怎么走路像僵尸一样？凯蒂好像不太会走，你脚太开了，不太会穿高跟鞋，不是僵尸。哎，妹妹，走路的时候开脚不要那么开，想要和解，走路。哎，来来来，谢凯蒂。那么人家说你长得像谁？大家都说我长得像徐伟宁。哦，伟宁是很漂亮的，因为她混血，对不对？人家说你像到什么程度？我像到连宪哥都觉得我很像。啊？哦，你见过吗？见过啊，见过，打过照面。我没有见过，而且我被你害过。啊，这么坏，你害死人了！好坏，好坏啊！我们在哪里见面的？你倒讲清楚。我们有一起工作过，然后那时候呢，宪哥看到我就说：“哎，刚刚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模特？因为那时候我是走秀的模特，你就说：哎，大伯有没有觉得他像徐伟宁？你就把我 Q 出来。那个活动好像是水饺的活动，水饺，水饺，水饺，说是胸前的水饺，是在店长。不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这个事情，我真的要弄清楚。啊，对，嘿，少吃卖饺子，实在好吃嘞。啊，平保险多做胃好，实在好吃嘞。这个汉子吃饺子，嘿，实在好吃嘞。嘴里面吃的是饺子，心里面想。但是炒着实在好吃嘞！他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天，我与那个莲花妹妹，我第一次听到完整的。你今年过年特别节目都没那么嗨，好完整哦！这一次至少是美女嘛，美女差好多啊！听到下班，我跟你讲哦，以我走红的程度，怎么可能参加什么水饺的活动呢？啊，是不是梅东升？是梅东升，我觉得可能是。哎，就在你。话说回来，今天梅东升怎么没有来参加？对啊，不可以排挤人家啊，不能封杀人家嘛。后面搞不好林志贤有。林志贤，来了，先看他照片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哎呦，像了啦，这一张。哎呦，错哦。嘴型如果是开的话，就会像。我们直接来看本人，好吧？一、二、三。有像哎，有，整个都像。那你还记得我吗？但我有跟你要电话吗？
你没有，但是你就是让我跟民众体验吃水饺，然后你要我嘴对嘴喂他。Oh my god！ 哇，嘴对嘴喂民众，我的不是喂你，就是、你咬着水饺，然后喂民众。那你也算是喂民喉舌了。对，哇，民意代表，那这个应该很多年前了，很多年前在高雄。你当初很后悔你没有喂宪哥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但水饺拿起来，我说要喂他，以为是要跟我。哦、oh, ，那你让他完成一下嘛，来水饺，水饺，来水饺，水饺，水饺，你不能拿那个，不行，那、好吧，那就怕传过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小天，宪哥对不起你，我欠你一次，我一定来吧。小天，我今天帮你应了。哎呦，有有啊！哎呦，布丁有来吗？布丁结婚了，布丁结婚了，布丁。那你要第一排有哪个位置是喜欢的？当初我是被你觉得香，那你觉得我可以坐几号？哎呦，你个夸张！我有宪哥来安排，造成我的阴影的。他问我，当年让我觉得很像，我可以做几号？你可以做小三。哎。